为什么赵丽颖算不上顶级美人，但试图复刻她的人都失败了？娱乐圈的女明星成长路径对标从未停止，在妆发风格、时尚规划后，作品角色也成为了热门对标方向。唐松韵在赵丽颖之后拿了《熟女攻略》的大 IP 宅斗女主，与钟汉良联合出演，改编为《锦心似玉》上线。于正力捧新女郎白鹿，让金晨与陈都灵作配，用《玉楼春》为其铺路。只是从播出的反馈来看，这两部剧并未为女主角增添多少光芒，白鹿被嘲记不住脸，唐松韵演宅斗被嘲没那个味儿，和官配很像妇女。小荧幕的对标成绩上不理想，作品和角色也真的是娱乐圈女明星的事业竞争红海。他们分别对标了谁呢？唐松韵对标赵丽颖，白鹿对标杨紫，陈都灵对标刘诗诗。但从红火程度上看，只能说对标之路道阻且长。说起对标，杨叔在一个大 CP 超话里看见了许璐与文咏珊的影子。大家一定不信这两人竟然还整过对标，他们对标了谁？周迅与李冰冰。许璐与文咏珊参演了剧版的《风声》，分别饰演顾晓梦与李宁玉，而这两个角色的前身版本是周迅与李冰冰的经典电影版。令人震惊的还有电视剧版的两个角色口碑反馈非常好，至今 CP 超话中还是许多人的意难忘。为什么看似形象更匹配的人对标却马马虎虎，而气质差异颇大的人对标还整出了自己的味道？杨叔认为各种方向上的对标本质都是在讨巧，省去自己探索的成本，走前人走过的有效路子，这种脸要怎么去接戏，怎么做造型，怎么快一速被记住。至于为什么有的火有的不火，复制路径有蹭火的利，也有被模糊面貌的弊，成功概率本就不高。其次，盲目对标的人物更像是喜欢直接走捷径，而涉及到风格与角色的捷径，杨叔把它称之为审美捷径。审美捷径是什么？指那些已经被主流审美验证承认的范式化的审美造型与路线风格，人们看到了他们并且去盲目模仿，叫做有审美捷径。比如范冰冰的面部比例和美艳感，因为她的眉比较被爬到范式化，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拥有个尖下巴就可以美艳了，直接去整不看自身条件算走审美捷径。比如鞠婧的妆容，一个完全能不断复制的妆容，她本人换多少造型都可以用，后来的新人也沿用她的妆发造型，人人都带点鞠味儿，也是走审美捷径。女明星对女明星的作品角色对标更是了，只是盲目对标走审美捷径，失了自己的风格，成功概率也会一降再降。唐松韵演小甜古偶就很特别，有自己的演技风格，而她演技某类宅斗时幼圆的轮廓和柔和的五官线条让她缺了那么点内斗感，仿佛小孩玩大人游戏。为什么有人对标走审美捷径还小成功一把了呢？以许璐与文咏珊的剧版《风声》为例，周迅与李冰冰的名气与不可撼动感要比谭松韵对标赵丽颖难太多了，至少和前辈比林比美他们都比不过，所以这两人在出演同一角色时几乎就没有营销过艳压。
相反，他们利用审美捷径，并不完全依靠捷径。取前人走通的路子精华，添加在自己的风格上。借助前辈角色的经典处，抓住大众的审美痛点，以此来增加自己角色的好感度，坐稳自己的美人地位。徐璐原生气质的最大缺陷在汉，脸口正且纯，眼神却不够活。角色行为的泼辣与调皮能弥补憨，军装与民国装束又能凸显她的纯与矛盾感，比她单一的性感偶尔天真打扮要突出太多。文咏珊的脸是美的，但她自始至终都缺了点质感美。李宁玉这样复杂又知性的角色，再适合她不过了。她的美只要加上点破碎和忧郁元素，特别戳人。唐探三结尾里，他只有匆匆几个镜头，无疑是整部剧最令人惊艳的存在。他的风格不需要华服与冷艳，需要的是花在雨中被吹打的悲剧美感。审美捷径走得好是如虎添翼，走得不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那么普通人怎么避免越模仿越面目全非？如何找准审美痛点作为美女地位？找准审美痛点作为美人地位。审美痛点是什么？简单理解为本身风格反差风格，能满足大众高阈值审美需求的那个特点叫审美痛点。比如为什么纯欲系很火，就是在本身的纯风格外加入了风格对立面的欲特点。一个风格已经很难 CUE 到大众的审美点，多维度的支撑才能击中大众的审美痛点。比如调系，不就是性感风格中加了点冷漠感吗？在可得与不可得之间徘徊，让你觉得是性感妩媚但又不搭理你。一审美痛点怎么找？审美痛点怎么找？在确定本身风格后，找到自己风格赛道的反差性气质。比如杨幂漂亮之中的媚，景甜漂亮之中的贵，杨采钰漂亮之中的人妻风韵。包括某选秀选手里也整过人妻人设，陈都灵清纯风格的对立面港风美艳。反差性气质不光是本人持有，还能通过一些美感表达方式表现出来。 Jennie 的原生五官与辣妹几乎不挂钩，把她的脸一道好架风穿搭上，还有点微凸气质。但由于她自带 A、B、C 气质，身材比例也饱满富有欲感，她在穿搭与妆容上永远是很性感辣妹的，甜却不土，还能又辣又性感，这个时代火的都是多层次美少女。纯欲系的人从来不是长得又纯又欲，往往是长得又太，穿搭却欲，表情却欲，又美又灵，能集齐这两个元素的人少之又少。灵是可以靠眼神状态与身体饱感来支撑的，而且对于普通人不光从外貌上，还可以从性格定位与个人价值上综合寻找优势，形成具有自我竞争力的审美痛点。美不仅仅局限于脸，变美与提升自我殊途同归。